镜头来新北市，新北市哦，有一个陈小姐，伊本来是长途客运阿罗哈随车的人员，因为有心哦，大不多想要调入去内底，搁要卖票。不过哦，煞予主管口说讲，你敢有看过大不多伫咧卖票？这陈小姐是真生气，向新北市的劳工局伫咧投诉。结果哦，劳工局即马是依照违反着新北工作平等法，罚这阿罗哈10万块。穿制服、卡达官达，这是长途客运阿罗哈的随车人员。不过，若是有心去大巴肚，加上一天上班10点钟，身体卡没卡没。怀孕的人基本上公司的人会帮我们转为内勤的职务。新北市一位要做过随车服务人员的陈小姐，去年底有心了后，想要转做卖票人员，提出申请，煞予主管口说讲，阁有看过大巴肚的卖票，听了挡袂牢，就向劳工局来投诉。经过调查认定，阿罗哈已经违反性别工作平等法，罚10万块。不过阿罗哈回应，主管讲迄句大巴肚卖票的话，只是同事之间的讲算笑。啊，不过售票人员爱规工徛咧服务，嘛无适合有心的人。售票都是用站立的，只要有客人就要站立，对他的怀孕的孩子可能不是很好。哦，所以我们都不赞成哦，怀孕的我们的车务人员或女性同仁啊去柜台。票务工作哈，卖票的工作呢，怀孕是可以适合来提供的。那么因为他的主管呢，并没有提供这样的一个工作，在审议之后，认为他已经怀孕歧视成立，所以我们给他开罚10万块钱。阿罗哈解释，要安排陈小姐转客服人员，啊，不过是陈小姐拍机上班无通过考试，同时嘛无其他的内勤的课会当调动，啊，不过因为一句讲算笑的话，就可认定违法，阿罗哈嘛不好，会搁再提出诉愿。记者小夏基本台北报道。